认真点，张云峰。哎，我在录像，我在录像了 ，OK。怎么不开始啊？浪费我的教学。我查理跟汤米有什么好讲的？查理，跟汤米有什么好讲的？查理是科普，孜孜不倦的科普。一群人喝酒了，我操！进了，有了。好，停！站位啊，联防！同样的招呀，我靠！他只有这一招，完了录进去了，带着下来看录，看你手，哎呦，不是看我手能顶多久，是我这能录多久？哎，好球啊！这为什么就打进去了呢？因为他没有跑过去。人家那个队是怎么进球的？投进的，上来进球。哦，刚才人家那个队，对那个对方那个队，对方就刚才那个球吗？不是刚才那个球，这个是我们输给那个队。他们的进攻手段一般是什么？你说西游光星那个队啊？是不是啊？对啊。是什么？自由公司那个队是什么？他们一般怎么得分？上篮。最多的是什么？最多的是进球了。那联防没用。有，就是近距离投。我们输的分都是前面开场被据说被投爆了四个还是？哦，你就三分线以内是吧？对，三分线以外。他们就是那一球领先，然后后来手感下降就开始往里面打。就是基本上都是有上篮了，就大部分都是上篮类型的投篮，就是那种像直射的那种，就是比较乱打是吧？反正比较近距离的，不是那种中远。这应该是应该这样防的吧？我操，乌龟就没动，我操！你要叫呀！湖北兄弟接触 ，Come on！ 湖北太懒了，你要上去打，你要上去打，回来！好球，防得好！哎，我们可以当帮他们记一下，记不记啊？我要做个 pose， 哎呦，对，有我，哎，你们记得吗？几比几啊？不用记，看防守。湖北都不动啊，那。
其实防的挺好的。不好。啊？我觉得他们就没怎么进球啊。跟防好没有关系是。但是他们，但是湖北，因为湖北不怎么保，进攻还行。应该让那个球队来多投几个，他们就怕。哎，那哎呀！上来都很差。回啊回啊！投投！哎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我操！哎呀，这个。看吧，你这干嘛呢？这干嘛呢？都不看到哈、哦。后场太差。啊？你就过去啊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跑不动了吧？后面你在上面就是。给滚。操，湖北都不抢篮板了、哦。我靠！这哥们在苏州的名声真好。就到时候打俩防守，打俩快攻就行了，搞定了、哦。你下去吧，湖北，你下去吧。人家能打呀，人家打。我跟他开玩笑了。你这你太懒了。
防守的薄弱环节。在路啊，防守的薄弱环节。我防六脚嘛，中间还有另外一个人嘛。在哪呀？我防六脚。现在全场打得比以前好，就刚开始打全场都在乱跑。可以啊，现在全场十个来回就可以了。全场打得比以前好，比有秩序一点，就是怎么样？上，跑不动，跑不动，歇一歇。快攻快防啊防啊，哎呦怎么攻过来哦，难板难板，好像平手进差不多了，没有吧，应该是今天我们领先差不多，还是我们起码十比几领先，这好像不进球了，因为没进没停下来，你有没有湖北了，哦好，我操！那你全都跑不死，牛逼！跑不死就……羡慕嫉妒恨啊！HD 加 ，HD 还 HD 吗 ？4K。哎哎，别受伤了！我操 ！What happening？把差点打受伤了，我们还是不用打了啊。这没办法，这年防没办法是吧？你还让别人投吗？让投。掉了，回防呀，回防。把那个就得把什么肖什么伟加进来，还个子还挺高的。对，肖加志伟。啊。1.8米，83吧。那边有男子，他投的很准。哎呦！篮板。中午去你家蹭饭吧，你家那么多好吃的啊！我，哎，你家太远了，不然我天天去家蹭饭啊！我带你去，还是远啊？还好吧？你有那个偷位 tag 吗？这偷位很近啊，十分钟。毛！我靠，十分钟啊！你走过没？我从公司过来就17分钟啊。
像一球能投进去吧，好像。我歇一下，刚一直没歇。那轮着换。太烂了，太烂了。我靠！直接被人家打挂了，我靠！防好，防好。好球！